Welcome to the 2023 Multicultural Spring Festival,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Multicultural and Folk Ar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没错，那么今天呢，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艺术协会成立15周年的庆典，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今天这台活动的主持人。我是主持人杨毅，我是主持人 Kelly，我是主持人 Haley。 那么今天呢是2023年的1月15号，农历的腊月24，在中国各地的习俗呢略有不同，在北方的腊月23号是小年儿，而在南方的很多地区，腊月24号是小年儿。那么宋代的词人范成大曾经写道：“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是，风车云马小流连，家有杯盘。” 封典祀就什么意思呢？从小年开始就进入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忙年，这一天开始呢，大家就开始办年货呀、除尘呐，然后呢祭灶，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干干净净过一个欢欢喜喜的大年，那么也表达了我们中国人民对辞旧迎新、迎新纳福的美好祝愿。 多元文化迎新春晚是一场多元文化的文艺晚会，在加拿大的各族裔欢聚一堂庆祝中国新年，受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停了两年，今年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Multicultural Chinese New Year is a multicultural evening. All ethnic groups in Canada gather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It was loved by many audiences and friends, but due to the epidemic, it was suspended for 2 years, and we meet again this year. 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艺术协会多年来以宣传中华文化为宗旨，以中加文化交流为己任。开场的安塞腰鼓就是其中一项。 本台大多数的节目有协会艺术团表演，这是一台比较有特色、高质量的晚会。Miss Jennifer S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Multicultural Folk Art Association and the chief planner, chief director of the event, to give a welcome speech. 好，谢谢。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晚会。今晚的演出是在疫情发生以后第一次的首演，也是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艺术协会成立15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们与各界朋友、嘉宾在此欢聚一堂，共庆佳节。15年来，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 在各界友好兄弟团体的协助下，在赞助商的支持下，在中加两国政府的关怀下，我们的协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成员不断增加，我们的艺术团兼容了不同的艺术家，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形式越来越多。我们的艺术团曾与五洲同春同台演出，我们曾举办过多次摄影展，力求体现家中文化交流，如风光展、国庆六十周年摄影展、卡什作品展等。我们经常为老人、伤残人士、医院筹款义演，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会与加拿大红十字会一起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无论是抗雪、抗争、救灾，还是庆祝加拿大国庆、中国国庆，都能见到我们曼妙的舞姿、矫健的身影。我们协会的很多会员们分别在各省市联邦政府得到不同的奖项，包括安省公民部的安省义工奖和联邦政府的女皇登基六十周年银禧奖、七十周年白金禧奖等。他们是我们协会的骄傲。我代表协会向所有的赞助商、演员们、观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更丰富的活动、更精彩的节目为多元文化做贡献，为家中文化交流和友好做贡献。